苏道富汉非常的影响，推动推出的房地产改革无办法外销到中国。农委会韩国推动县政府就呼吁大家而来支持，有立委就联合的全国性的民间组织发起大家穷下来买房地产改革发通，而来屯农民天公难关。立委刘秋河由全国性民间组织“康华小科技展会”发起团购发通，而抢购因为武汉肺炎，外销受到影响而推动旺地复购。全国性的团购，来把台东好的世家，不管是大木世家或是凤梨世家，都让台东让全国的民众都能够享用到。啊，那当然会受到啊武汉肺炎的这样的一定程度的影响哦，啊，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哦，可以让我们的凤梨世家可以度过这样的一个关卡。一摆抢购潮，一次至到旺地复购的三天需求加息，从面见三十多亿元去到四十亿元，尤其有部分商用宣传拜托名要来天桥的港中银，更加天坛荡荡，短短两点钟出来的两百通天花，几万条天花建线都无限处理，请做了委托三福团体的员工来天数处理天坛。台湾的爱心太大了，所以我这边电话真的是没办法接。然后订单也接不完。同县政府强调，我受中国的旺地复购，一直到新业三季结束前，突破安算有四千人公吨，也团购也七批，都比往年还较便宜。消费者也做了大帮安样，用较便宜的价势来买到旺地复购，也听说港中人透过疫情的风波，还是新闻陈启明同你报道。